bueno. Moving destination. 好，我们看一下右手边这一场，这一场是往方块收起来。我们嘉义角斜方块是8×8的比例大小，就是现就是墙壁上的这么大块。因为现在饮食改变啊，起来很精致小巧，方便携带，方便一次入口哦。是的，是的。好，因为是企业公馆，他是我方老板，他是法国豆浓泉跟方块酥的结合体哦。还是我嘉义的景点，像我嘉义龙岩潭风景区跟南崁风景区，有空的话可以去那边走一走，逛一逛那边。非常漂亮哦。然后呢，方块是有40年历史，民国68年在嘉义市民国路上面成立我第一间民国哦。还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把它取名为老杨方块酥？很多人都以为我们创办人姓杨，其实我创办人不姓杨，姓戴。要对他可惜的是，他在十几岁的时候跟着杨姓师傅学习制作烧饼，结束制作完成之后，就送到了日式冷却达人去哦。可是我们这家咖啡店店尾部一个呢，气泡饮啊、咖啡啊、冰淇淋啊、好人套餐，所有需要搭配到的咖啡店。Pala basta cartoons.